连诗雅、郑欣宜、何佩瑜、雨乔同陈嘉莉呢日就一齐出席网剧《性感中环》嘅首播礼。连诗雅话今次同另外四个女仔合作，相处都好融洽啊。其实我们还好吧，我们在剧里面有很多的事情发生，但是现实中我觉得我们其实五个都很好，因为我们都个性也不一样吧，所以我们没有什么会觉得要去争吵的一些东西，所以我觉得都很好。对，但是啱啱加入新公司冇耐嘅连诗雅就有全好努力咁争做一姐喎。其实入咗新公司大概话咁快就已经半年时间啦，即系唔觉唔觉，因为入咗新公司之后都好庆幸，好快就有机会即系接触到拍剧啦。咁一拍就拍咗四个月，咁啊之后打后嗰两个月就开始筹备新歌啊嘅工作。咁但系都有同其他即系师兄师姐有会面嘅，有一起拍过游戏节目嘅，咁觉得成个气氛系好融洽嘅。咁同埋我觉得自己系即系呢一间新公司入面嘅年资最少啦，所以我觉得自己好似变翻小师妹。